Hello， 我是天浩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第43题。他说，植物运动的机制可能是因器官内的细胞有不同的生长速率，或者有不同的膨压变化所造成。下列哪一项运动机制与其他四项机制不同？好，他 A 给胡瓜 ，B 给玉米 ，C 给大豆 ，D 给绿豆，再 E 给禾草。那这么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讲解，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有这样的变化。好，首先那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他说胡瓜的全区会产到膨架。大家没看过胡瓜全区膨架，应该也吃过胡瓜吧？没看过胡瓜，有吃过丝瓜吗？然后有看过丝瓜有没有绕着那个杆子爬？大家国小应该可能都有种过。好，这是来自于什么？这是来自于相触性哦。我们的胡瓜的这个茎呢，接触到物体的那一面跟没有接触到物体那一面会有不同的生长速率，造成它就会绕着杆子往上爬哦。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呢，我们说玉米横放的根会向地心的方向生长，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向地性，也就是我们的植物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造成我们在地面附近的跟我们远离地面那一侧的生长激素它的分布不均，造成我们的根会往下长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C 选项大豆叶片在夜间会闭合起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在讲的睡眠运动哦，这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叶柄的部分水分呢离开了它的细胞，于是细胞就萎缩，于是它就叶柄就会向下垂。那如果白天的时候我们的水分再度回到了这个叶柄的细胞，叶子又会往上抬。 OK， 所以这是我们睡眠运动它是由膨压所造成的哦。好，接下一个选项呢，他说绿豆的茎顶会朝向光源的方向生长哦。这边我们说这是植物的向光性哦，植物呢的生长激素会受到光的影响，受到光的那一面生长激素会较少，而没有受到光照那一面生长激素会较多，于是导致我们的这个叶子会向上弯曲哦，朝向有光源的方向做生长。好，接下来最后一个选项说禾草的芽鞘由基部向上生长哦，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负向地性，也就是背地性哦。我们的茎呢，因为我们的重力的影响，所以会导致生长激素分布不均，造成我们的茎会向上生长哦。好，那值43题呢，我们看到咯 A 选项呢它是向性生长激素造成的， B 选项呢也是向性，那 C 选项呢它是膨压运动造成的哦，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运动哦。接下来呢，出选项也是向性生长激素，那 E 选项也是向性哦，细胞内的不同生长速率哦，所以我们这题答案就是选 C 选项，大家答对了吗？好，那这边帮大家统整一下哦。我们一般看到的向性，也就是我们向光性、向地性或向触性，它的原因来自于细胞内主要是生长素的原因所造成它的生长的速率不均，造成它会向光的方向长、向地的方向长，或者接触某个地方会绕着它转圈圈，会转上去，就像是胡瓜或丝瓜绕着我们杆子转一样。那它的反应是不可逆的哦，也就是说当你今天你看到丝瓜缠绕着那根杆子之后，它不会再把它转回来，它不能够逆过来反应哦。好，那膨压运动呢，它是一个可逆的反应哦，因为它的原因啊，它是来自于水分进出细胞造成我们的膨压的改变，就会造成像我们睡眠运动啦，或是含羞草的触发运动，这是可逆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睡眠运动晚上的时候叶片又垂下来，白天的时候叶片又站起来，含羞草合起来之后又会再打开，所以膨压运动是可逆的哦。好，那我们在相关考题重点植物与感应这边，我们会继续讲一些向性比较低调一点点的东西哦，也就是例如说生长激素对于根或对于茎，它其实它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哦、在向地性这边，或者像这种膨压运动，它实际上比较低调的内容，甚至这边还有一个没提到光周期，植物的光周期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不知道大家就点进去看吧，我们下次再见喽。